哎呦我的妈！谁？老弟，老爸，老弟把电源停好了。这么快啊？对，你来看看吧。没事，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。安不好，你就死定了。事出重要，难无惧无畏。做人做事，总是从容面对。老爸昨晚肯定喝酒了，而且还喝醉了，不然他不可能把冰箱当成鞋柜。世界孤立我任他戏弄。老妈，你看这手机壁纸上的女生好看吗？你真好看。这不会是你女朋友吧？我不会有儿媳妇了吧？哦，不是，这是老爸手机。老爸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手机怎么了？你看我手机没？小朋友，你是不是很好？不是啊，老爸，你就不能放下游戏帮老妈干干活呀？老妈一天到晚多辛苦，一天天长着你妈，逼着你妈，天天你妈，你妈是个屁，滚！老爸，老妈说她要出去逛街，问你去不去。老妈还说了，她还要带两个闺蜜一起去。我从没见你爸笑得这么开心过。老爸，看到没？这就老弟玩游戏的下场。给我哥面子，差不多就行了。老妈，我觉得可以把老弟的键盘收了。你都要收了，我忍你很久很痒呀。我觉得哥说的对，还是把键盘收了。这谁弄的？妈，我弄的。儿媳用的，还挺好看的哈，还可以，挺好看的嘛。但这是老弟教的。盘点小杨哥的爆笑名场面。老爸应该还能是你媳妇，我买了个蛋糕，你送给老爸，就说你送的吧。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懂事了。老爸，吃蛋糕这是靠全羊吗？啊，这不都是你玩吗？我给你买了蛋糕，大不大？双层保护啊。最后一层
下面肯定是他了。啊！老妈生日，你们打算怎么过啊？哦，对了，我去给老妈买礼物的时候，顺便给你们带了一个礼物。别了，好大了、哦！刚才是给你们开玩笑啊，这才是你们的女儿。这下不开玩笑了啊，这才是你们真的女儿，相信我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得相信你一次。如果啊，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。这么大的礼物啊！等一下。一样，多等一下啊！对，哎，妈，生日快乐！小山青山爱，其乐融融。老李，你的房间我看不下去了，我想帮你打扫一下。我房间很干净，不需要打扫。滚！我打扫房间声音有点大，他就骂我。真你呀！小心被抢了你！啊，你是有病吗你？你能不能别骂他？怎么了哥？一直在骂我有病。没有啊，我怎么可能骂你？我们俩是双胞胎亲兄弟，我骂你就是在骂我自己。不信我可以发誓。那你发誓。我发誓，如果我骂你，我可能拿个这样。神经病，有毛病，带着老婆去看病，医生说他没有病，自己却有神经病。我说你是不是过？怎么了哥？有事吗？没事就滚。老弟，先别玩了，吃个菠萝吧，多吃点水果好。我最讨厌吃的水果就是菠萝。你有病啊，你烦不烦呐、啊？滚！老弟，哎，这不是我最爱吃的菠萝吗？谢谢哥哥，哥哥真好。菠萝没削皮，他就骂我；削了皮，我就是他好哥哥，这就是他的逻辑。老弟，今天我整理一天了，轮到我了吧？咋了？想捶我啊？来。这下好了，老弟的电脑被封存了，我好开心。没事。你就不能像老爸这样刻在手里捧着，刻完了扔垃圾桶啊，对吧老爸？你看多气人。不能再让老弟和老爸这么懒下去了，老妈，我觉得我们应该用爱鼓励他们干点活。这是老妈给你们准备的游戏，罐子滚到几百拿几百，想玩不？想玩把家里衣服都洗了。啊！
时间到，下一位。哟，你俩这么快和好了？滚！滚！老爸，我有事跟你讲。我这有滚！什么事你说？什么事呢？你俩谁去打老妈呀？这一百块钱就是谁的？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老我去，快！我力气大，你力气大有屁用啊！你跑了屁用！我跑了，我马上我就跑了，你呀！我力气大，一拳把你老妈打懵了，算了，直接他妈黑你一嘴皮！我指着脸让他爆！我去，我打。